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。这段时间我们透过基甸，一个他原生的个性其实是非常胆怯的一个人，遇到事情就躲避，遇到事情就怀疑，像这样的一个人。但是上帝却拣选他，然后一步一步训练他，让他成为一个神眼中大能的勇士。这真的是一条很长训练的道路。过去这几天分享到说，神不会一下把他推到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，上帝知道怎么样一步一步的，一点一点的修正他，改变他，让他先跨一小步，然后还不错，有一些好的结果，信心被建立起来，然后再一步一步往前去。而在一个胆怯的人要成为一个领袖，成为一个刚强的领袖，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，这个过程恐怕是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神所拣选的人生命当中都会经历的。这件事情是什么呢？我读给你听。他说，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，他就吹角，然后呢就会有许多人来跟随他。耶和华的灵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圣灵，神的灵，圣灵降在基甸身上。读到这段经文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如果你稍微熟悉圣经，你大概马上会想到一节经文，就是在新约里面讲到的。他说，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必得着能力。圣灵降临下来，神的灵在人的身上，就会经历那个能力，而那个能力是属天的能力，而不只是我的勇敢的能力，我天生的天然人所有的这些能力。谢谢主。从天然人来看，基甸一直是一个胆怯软弱的人，但是他要刚强地站起来，成为一个领袖，带领大家去面对一个极大的困难，他需要有从上头来的能力。这是圣经里面说，隐于从上头来的能力，这个上头来的能力是神的能力。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胆怯的人，我很喜欢读圣经里面的基甸，因为在基甸身上我看到很多我自己。我的个性就是这样，我是一个遇到事情就会躲，然后别人要我做什么，我的第一个反应大概都是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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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但是可以被一步一步一步带起来，承担一些上帝要我做的事。我经验最大的一个部分，不是我里面的什么东西哇被眺望起来，觉得更大的一个部分是上帝把他的能力放在我的生命里面。我在为这一集预备的时候，我心中有一些感动。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我为你祷告。你也正在面对一些看起来又大又难的事，对你自己而言，你可能觉得我力不能伸，我有什么能力去面对这些呢？但是主对你说，若是主呼召你做，他就负你的责任。耶和华的灵在你的身上，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你就必得着能力。愿主今天向你的心说话。在这地有美好的生灵，深知那是我救主的圣灵，每人心里满足又喜乐。我深知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天上的圣灵降临，充满我心灵，主的爱丰富浇灌，满心的赞美，因他丰富恩典，我全心主耶稣，带给我新生命，当我离开此到你来接受主耶稣，你会找到属于
点喜乐与平安。当你一路跟随主耶稣，你会得到圣灵奇妙的带领。天上的圣灵降临，充满我心灵，主的爱丰富浇灌，满心的赞美，因他丰富恩典，我全心主耶稣带给我新生命。当我